觉得一队最重要的并不是枪法好不好，或是特技强不强，就是而是那个团队的向心力。珍惜这次的比赛机会，然后我们就希望不要分高一、高二或是高三，我们就是一个团队，就是为了让家女一队的比赛可以呈现到最好。大家一起努力所得到的结果，所以就是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，而且很感动，刚才很多人都哭了，对。然后我们会再继续努力，会继续加油。为强化全民国防教育成效，同时展现学子青春活力，带动青年学子支持国防、加入国军之热情。国防部今年借由办理全国高中职校一队竞赛及表演，增加青年学子接触国防事务的机会，以宣扬全民国防理念，也透过校级间的交流与互动，增进学生的团结荣誉心。觉得这样第一次的一个全国大赛，也真的是提供给这样的机会给各个学校，那孩子们很努力地掌握这一次的机会，也希望他们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比赛，大家互相切磋，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，感谢主办单位让孩子们有机会跟舞台，谢谢。今年一队竞赛区分初赛及决赛两阶段，初赛已在日前结束，既有46所学校精英共襄盛举，首场于中部地区展开，在空军一队操演后，紧接着进行一队竞赛，参与竞赛的学生以完美默契及队形走位展现技巧与各校特色，获得评审及观赛民众的好评。我觉得就是先不论表演内容怎么样，最重要最重要的真的就是把自己的自信跟笑容拿出来。因为我们中女一队的招牌其实是我们的笑容，所以真的很希望就是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表演，都可以给观众带来一种我们自己很开心的在表演，然后观众也可以很快乐的观赏我们的表演。可以看到不同的队伍做不同的交流，我们都就是很开心，我们都有这些机会可以成长。空军代表精灵加油，你们真的很棒。那今天下来，那我觉得鸡鸡跟他跳海地的表演真的很精彩。希望他们可以不要有压力，然后尽情的发挥，把想要做的都做出来，把做自己喜欢的表演，这样就够了。南部初赛则移师高雄市文化中心举行，尽管赛前下着大雨，仍浇不熄来自南部地区13所高中职校一队热情，仍然卖力展现平日练习成果，争取代表南区参加决赛资格，最后由台南女中勇夺南部地区初赛冠军。高中职校一队第一名的是台南女中，就是从一场表演从没有到有，真的经过很多人的帮忙，然后还有很多人的努力，对，所以很感动，就是。虽然他们会担心，然后一直说什么很辛苦，不要再练了，可是还是会很支持我们。其实我就说，学生在校园里面呢，让他有机会到外面去跟各校交流。我想，就年轻的时候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我想对他来讲，他的成长是一个帮助。那也感谢国防部呢，给我们这个机会呢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到外面来表演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对学生是非常正面的。初赛压轴登场的是北部地区竞赛，
在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元武团官兵及陆军乐仪队联合演出后展开。18所高中职参赛队伍轮番上阵，整齐步伐及操枪技巧，搭配慷慨激昂的乐曲，并加入流行歌曲的元素，完美呈现一队精神。恭喜新兴高中获得北部初赛的第一名，并晋级决赛。我觉得，要带出第一名的队伍，其实除了教练本身要努力之外，其实学生本身的配合度也要很高。那像这几天，因为下大雨的关系，但是我们就每天穿着雨衣，从早上一直练到晚上，就在这个场地每天一直走，一直对位置这样子。庄敬一队也拿过第二名、第三名，就只差第一名，所以这次想拼个第一名。大家都很认真，很想把这场比赛操完，不管成绩是不是第一名，我们有没有进决赛，大家至少把它操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唯一。全国高中职校一队竞赛在完成地区的初赛后，将在7月8日于两厅院广场举行决赛，欢迎观众朋友们前往观赏，一起共襄盛举。